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这堂课程的总导师，我是建豪。那今天在课程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影片的使用方式。那首先，它是一个属于线上教学课程的影片，所以它可能会需要你一个完整的30分钟，甚至是1个小时，来慢慢体会这部影片里面要告诉你的事情。那第二点，有几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去认识里面老师所讲的，就是停、看、听。哦，在你搞不懂或是你觉得有意思的地方，你可以先停下影片，暂停一下，思考一下。哦，老师刚讲了什么？那看，就是我们在课程之中会有很多的活动练习，会有学生在上面示范。你可以试着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学生在经过老师所给予指令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或者你对观看者，你身为观看者，看完之后，有产生什么样不一样的情绪？好，那最后一个是听。我们在每一个活动练习之前，都会有老师出来讲解，讲解说这个活动它的目的还有意义是什么。当你听懂了之后，你再来看这个学生的示范演练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清晰，会更容易、更快速的理解老师要讲的事情是什么。那最后，其实也是最重要、也最难达到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相信这4支影片能够帮助你马上变得会表演或是怎么样，其实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次邀请的4位不一样学习表演经历历程的老师，来分享他们学习表演或观看表演的经验，能够进而刺激到你，你对于表演的想法是什么，进而慢慢的塑造你对表演的中心思想。那我们相信，很多表演方式适合不一样的人。那如果这一次的课程能够刺激到你对于表演的想法，那我觉得这支影片就达到它的目的了。那最后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表演对我来说就是重现人生百态了。大家好，我是肖东义，我是一个剧场演员。那我本身是豪笑排演的创意总监，那也跟各大剧团啊都有一些密切的合作。那持续不断的创作跟表演，是我现在人生的重要目标。谢谢。我们都知道模仿是人的天性，那其实表演某个程度来讲就是不断的模仿。那如何让这个模仿能够成立，能够拟真，能够让人感动，那就需要借助很多细节的观察。好，但能够做到更多的细节，那这个模仿就更成立。所以我的课程会有一个大重点是在模仿的过程中，让大家去仔细的观察，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多的细节，并且去思考这些细节背后所代表的意思。其中一个练习呢，是请学员们就是模仿我走路的姿态。那这里面就牵涉到细节的观察，他们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物在走路的时候脚步移动的方式，身体摆动的幅度，然后去观察出这个角色他背后的故事。那我希望学员能够尽可能的去给他诠释，这样子去思考为什么这角色这样。好的，各位同学，那等一下这个练习非常简单了哈，基本上就是我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OK？ 那麻烦各位先退到最后面去。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哈，就是走路，我们就这样来回走 ，OK？ 好，走到那边再走回来 ，OK？ 好，那等一下呢，我会开始做不同的走路，大家就跟着一起做 ，OK？ 好，好来，准备好来，开始走路。用你自己本来走路的方式就好了。好，来转过去，走回来 ，OK 吗？好，来，开始，请走。
就是你们自己原本走路的方法嘛，对不对 ？OK， 那现在呢，请照我的走路方法学我的 ，OK 吗？学我的，因为你们现在要模仿我 ，OK 吗？好，我是一个超级大壮汉，我撞到我的手臂没办法夹进来 ，OK， 好，而且我长得超级高大，我狗眼看人低 ，OK， 开始。走一遍，再更壮一点。女生，虽然你是女生，但是你一样很壮，你超级壮，没有人比你壮，整个健身房你最亮。来，没错，来走回去。很好，再来下一个美女的走路方式，非常的风骚，大家路上的行人看到都会多看一眼的这种美女 ，OK， 好，你可以尽量展现自己婀娜多姿的一面，所以走起路来会怎么样子呢？转身，扫视一下所有的路人 ，OK， 懂吗？好，来走。来，美起来，美起来，对，很好，超美的，大家都在看你，大家在看你，哎呦，怎么中间那个这么难，那么丑啊？哎，漂亮一点好不好？漂亮一点，漂亮，你超漂亮的 ，OK， 来，很好，来左边男生，好，来再美一点，再美一点，哦天啊，我是校花，我是班花，我是国花，我是如花 ，OK， 很好，来各位，这两个走路方法，麻烦各位跟我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做第一种的时候。你自己把握的重点是什么？胸上出发。OK， 胸上出发。所以你胸部怎么样？胸部再往前带领。往前带出来。OK， 来，那你也讲一个。脚步。脚步有细节，转身的时候有一个这样转。这个转是它的，你觉得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它的魅力。OK， 是一个魅力。所以 OK， 好，来，那你呢？第一个动作。哎，第一个。眼神 ，OK， 你把重点放在眼神，眼神怎么样？要拽，要由，就是下巴抬高，由上往下鄙视人的感觉。哦，要鄙视人的感觉，所以你这样子有这样看人，那你觉得呢？挺胸。挺胸，你也是胸部把它打挺出来 ，OK， 那你呢？手放不下。手放不下来。因为太壮。太壮了。所以没办法夹进来。OK。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哦，所以我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各位很好嘛，当你们把每一个的观察都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角色是不是开始越变越完整了？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你只能抓到一个重点，但你第二次走的时候可能可以开始抓到两个重点。当你抓到重点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多的时候，这角色看起来就越来越成型，甚至越来越逼真，最后你就慢慢的变成了那个人 ，OK 吗？这是模仿的这个进程大概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甚至观察不一样，所以你的重点会放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你可能你做起来跟这个人做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想象的不一样。可是我刚刚做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如果你单次只是简单的模仿你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东西都要连贯在一起的 ，OK 吗？好，全部都要连贯在一起，才有这个感觉嘛 ，OK？ 好。另外一个练习主要是让学员们自己发展动作，然后再把这个动作传递给其他人，但是这里面又会多了一些程度的变化，或者是状态的变化、质地的变化，这样子。我们除了模仿以外，我们要如何让这个模仿呢有一些改变，加入自己的一些变化。对啊，我希望透过这个练习呢，让大家去做一些模仿，然后再进而变化，这样子去找到表演的延展性跟可能性。待会呢，我会做一个动作，那大家就跟我做一样的动作 ，OK， 一个一个过去，一个一个过去 ，OK， 好，所以。顺序大概是这个样子，待会不单纯是只有单单的模仿而已，
我会加一些指令。那我希望的状况是，这个指令啊，一直传到过去到最后一位同学的时候呢，它的程度会被加强。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OK， 好，它的程度会被加强。OK， 好。所以如果我今天做了一个动作，那你做过去的时候，你的程度就把它加强。我们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换到你的时候你就这样。那个同学他会爆炸。OK， 好，所以我们就稍微给后面的同学，对，循序渐进，给他留点空间。所以如果我是 0%， 你就是 20%、40%、60%、80%、100%， 懂我意思吗 ？OK， 好，好，那我们现在正式来了。好，记得把动作放大，程度放大，这是最基本款的哦，程度放大而已。等一下我会做很多变化、哦、，OK 吗？好，那现在这个组合，好，刚好来准备，各位第一个动作。非常好，我们看到了一个认真执行的状态，对不对？非常好 ，OK。同学，我们等一下不要告我，好不好？好，来，大概是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麻烦各位你们抓一下这个程度，我们尽量让它越清晰越好，那渐层感越清楚越好。OK， 好，那待会呢，我们不是加强，我们变弱。OK 吗？我们变弱 ，OK 吗？好，来，那我先做一个动作，待会要变弱 ，OK 吗？好，来，准备。OK， 好，所以你刚好拉我刚。我刚很多嘛，你就一点点而已。OK， 对，非常好，好，大概这个概念。那等一下我就不加入了，我会给指令，麻烦各位同学去自己想的动作传给下一位同学 ，OK 吗？好，我们先请这位同学，我们做一个动作，好来，那其他同学把程度放大。OK， 好，大家太保守了哈，因为怕整到自己嘛哈。那没问题 ，OK 的。再换这位同学，麻烦我们等一下把他的动作越变越小，走。没问题，我们可以剪接。我们先去喝咖啡哈。放小 ，OK。OK， 很好 ，OK， 是可能你们放小的程度就是可能看能脚抬的高低嘛，这个 OK， 好，来下一位同学，现在开始有些变化咯，麻烦各位同学你越做越欢喜 ，OK 吗？好，来，很好，你已经太欢喜了，对啊，你不能太欢喜 ，OK， 好，来。好，来准备。非常好。非常好 ,OK, 好，我们看到同学这个表演的弹性了齁。原本看起来好像没有讲话，但是他放开来了 ,OK, 很好，来换你。越做越悲伤。很好，这不容易耶，你要一边生气又要一边难过，对不对？好、哦，要一边生气一边难过。各位，这种排练组合，你就看到很多表演这个中间有多少可以发展的东西在里面，很多你自己没有想过的。你可能出去演戏演悲伤，永远就是没，
那有没有可能是在笑呢，来展现悲伤呢？大家没看过嘛？大家也会看到，可是其实那是日常生活中最有可能发生的，不会大家只会大哭大闹，也许会有其他的情况来展现你的悲伤。所以这个练习是让大家去想说，我们在模仿在拟态，可是其实这个拟态它也可能甚至在程度上或者搭配上，一旦出现差异，你的表演可能就又让人家有意想不到的地方。通常我的观察是这样，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们所谓的表演者，当他在做意想不到的表演的时候，其实反而越接近真实。这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也是个很冲突的论调，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常常大家想象的演戏都是很表象的，可是实际上真正的人会这样干的其实很少。我们真实人在思考上或在表现上，其实不见得是常常我们看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有些戏演得很浮夸啦，他可能就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演的没有让人家觉得贴近真实，他太容易被预测了。邪恶的人就是哈哈哈哈哈这种，可是说不定邪恶的人他不见得是这样啊 ，OK 吗？好来。最后呢，我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情境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你自己其实很容易就能够模拟出来的情境，在这个情境底下呢，让大家去做一些有点即兴式的一些发展。那目的是说，表演这东西能够做到渲染力强的时候，其实不在模仿本身，而是你忘掉模仿，你怎么样能够乐在其中，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最后一个练习有点像是让学员们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情境，很容易模仿的情境里面去找到乐趣，让他们去做一些变化，好，让他玩起来。那个玩的那个状态，其实对我来讲是表演者需要进入的一个状态，好，因为表演本身是要能够有渲染力的，当演员本身他能够乐在其中，那我相信观众也会感受到里面的快乐。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情境就是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个校队，我是你们的教练， OK 好，所以待会我们一起把这情境完成，我是一个铁血教练， OK 好，你们各位 要符合我的要求， OK 吗？好，待会呢我们先是一个排球队，全国第一名，排名第一，非常有纪律的，非常有纪律的球队， OK 吗？好，非常有纪律的球队，我们把这东西展现一下。而且接下来我们明天就要比赛了，明天总冠军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的那个状况， OK 吗？所以让我感觉到你们的这个内心这个坚定， OK 吗？还有那个强悍的那个眼神， OK 吗？好，来，准备来，还散漫，快点，来准备接发球，来准备，来地球来，哈，很好，下球来，哈。哎，球打哪去了？来，再过去。哎，来吊球，吊球，吊球，接接接，后面来吊球，我还没打嘞。好了，再下一个来，用力打回来，接过来那边。哎，来，我们来全国我们最优秀，对不对？来，我们是什么学校？我们是动力学校，来，很好，来下一个，谁最优秀？动力。来，谁最优秀？东艺，自己学校的名字忘记了，谁最优秀？很好，谁最优秀？非常好，来，谁最优秀？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来，非常好，来，很好 ，OK 吗？好，这是第一个情境哦 ，OK 吗？好，开始累了哈，还 OK， 还眼神继续坚定，还没有放下来，还没有放下来，来 ，OK， 很好，来，下一个，我们是最烂的那个队伍，最烂的队伍，来准备，来，来接发。很好，好棒哦，同学真的表现非常好，来打到这边来啊，好来，等一下要去哪里？喝酒。喝酒，很好，来，反正你们十八了吗？很好，来再来。老师下课了吧？还没。喝水。要喝水是不是？来，有需要我同意吗？就在旁边喝水了。OK， 来，非常好，很好，来，非常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学校了哈。
哦，这什么态度？非常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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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嘻哈的球队，准备 go 来。非常好，哇，这个节奏，这个 beat 来让我们感觉一下你的 flow， 非常好， woo， nice 哦， oh yeah， oh yeah， nice， 来下一位，来 J， oh yeah， nice， woo， oh yeah， woo， yeah， 非常好，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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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来再来再一个，哦。来下一位，来来一个 popping 好不好？来一个 popping， 来，呜哦哦，非常好，呜，来接球接球，来哦，呜，太棒了，各位同学。即兴，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被即兴这两个字给骗了，好像所谓的即兴就是你都不要做准备上台就对了，这是假的。乐器演奏也是一样，你应该是在一个我超级会弹钢琴的状态之下我才能够即兴嘛，我不可能在一个我都没有学过钢琴然后也没有练过任何曲子的情况之下我随便就可以乱弹出一个听起来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啊，那只会是噪音而已，通常是这个情况。那表演者也是一样，表演者其实是在你已经演过很多种情境，我已经演过太多的角色，讲过太多的台词，所以我才能够信手拈来，我把其中几个排列组合，像我们刚刚最后做的那样的，然后变成一个即兴，是这样子的情况吧？对啊。那其实即兴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不需要排斥啦，因为就像我讲了，其实这个东西是长在你们身体里面的，就是那个。我随时要突然间来一点什么，这个东西是你身体里面是已经有的，但是你背后需要很多广泛的阅读、广泛的练习或者什么，才有可能会在即兴的时候做得好。但即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但做得好不好当然不同嘛。可是就像我讲，你只要即兴很多次，你上台多次，你的经验值就慢慢累积了。对啊，对啊，对啊。那我自己会喜欢即兴这个方式，是因为我觉得即兴的时候最能够。一旦有好的老师引导啦，就能够让你们越放松的状态之下去完成一些你可能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即兴有时候是逼你 push 到 limit， 你不知道你会做这件事，可是你哇糟糕，我现在得做什么了，我至少只好做了。这种时候对一个演员来讲啊，好像是在击碎你的自尊心，可是当你碎掉之后，你再重组之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有弹性，所以。不要怕即兴，即兴反而是很好的东西。就像我一开始讲这个，就是，走下坡受到挫折，对演员来讲都是最好的养分。这没有在开玩笑的。我们即兴之前是经过好几次失败跟丢脸，对啊，但是就没什么好怕，反正我们都要上台的嘛。我们如果未来就是想上台的话，那就是给他丢脸就对了。对于想要接触表演的同学们，我觉得表演是存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你只要日常生活中尽量的去观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甚至观察你周遭的事物，观察环境，对一个演员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看到的细节越多，你就能够做出更多的变化，做出更细腻的表演。你其实环境就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只要细心的多加观察，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表演的一些核心在那边。